早安，今天我们要去爬山，就经过这里，顺便在大三角先吃个早餐。我们来大三角吃早餐，吃了早餐才去爬山。我们来吃印度煎饼。很多印度糕。要爬山就不能吃太饱，太饱人家爬山就呕出来。啊，没吃不饱，你讲到一片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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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去爬山真的不可以吃太饱了，吃太饱会呕出来的。对，吃一片印度煎饼或者这个包馅就刚刚好了。这家店在斋月有开，是因为他是做印度人生意的，如果是做马来人生意的就要到下午才开了。原先是斋月，这家老店不错，好吃好吃。看看我们这样吃多少钱的、啊、马币15.9，不错，好吃好吃，15.9。就走路走路走路，要去爬山喽！就来爬山喽！好久没有爬山了，今天星期六肯定很多人了。这里有一家 cafe， 星期六的早上爬山特别多车。停在路边，看到吗？呀，满满的车啊！哇，要找一个位置都很难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，满满的，我们要钻等位置很难啊。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上，这里就是满满的人的。我看到一个位喽，等他爬山下来才吃水果。因为我早到先到，所以在那边等水哥。这个时间9:30，好多人下来喽。都识啦，成日。阿姐，我爬山落嚟，真系食啊！哎呦，生果咁靓唔食啊，真系嘥咗！喺黄泥睇到流口水啊，真系顶唔顺啊！香蕉，等阵我要买啊！鸡蛋有冇？鸡蛋有啊。OK， 这里叫椰啊，你不来就吃啊！老板，等阵留几粒有啊？这个椰啊，哇，好料的椰！要吃什么水果？这里都有了。啊，黄梨好料，黄梨。哎呦，我去爬山才下来吃。爬山啊，来呀、啊，身体健康重要啊。森林茶房还没有开，我看10点多就会开了吧。今天我们爬山路，现在来德棍爬山啊，感觉到爬山路没有那么辛苦哦，还有机会给你休息，有平路，有山上，但这里爬那个柏油路，
它是一直上，一直上，一直上啊，累死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我们选择爬山路，空气又比较新鲜，又舒服。这里就是泽鲁德棍。爬山路好，就是一直有这么样美的风景给你慢慢的欣赏。现在差不多是11:30，你看里面凉凉的，一点热都没有，山里面非常凉爽。今天就是没有风，比较闷热一点。我们快到出口了，就是每次我们爬山的地方，很喘很喘啊。来山里面爬山就有一个目的，我们要找舒服，找快乐，找健康，再找平安，最重要就是要找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身体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有谁常常藏在家里的，没有事情做的，又靠近大山脚这里的，可以来这里爬山，这是一个好地方，好山好空气，一定要来这边吸收这边最好的空气。我们到了，到了出口，这就是我们爬山路的出口。下山，下山，谁来这里有空的话帮忙烧烧树叶。今天爬了1.5小时下山，但爬山要注意脚车，脚车来的话要很小心。冇嘢食啊！你惨啊你，啊！怎么睡觉？爬山累死了，睡觉。错了。这路的棍，这是森林茶房。刚才我上去时还没有开，现在已经开店了。我要去喝椰子水，喝椰水。我还要买鸡蛋，今天。妈咪在这边等着哦。OK， 椰水弄了。这里木瓜来吃木瓜，爬完山之后喝野水啊，这才是生活啊！这么开心，知道吗？生活就要开心一点。野水来喽！可以啊。老哥，包两包野水。对对对，没问题。两包啊！这个是果捞出名的，啊，古龙。哇、哦，爬完山这样来享受，你讲爽吗？太爽了！来爬山啊，来爬山！不要每天吃虾吃鱼，来吃点木瓜，太棒了！买了一大堆的水果，鸡蛋。现在我们要去这个益美园附近那边有一档板面，很好吃的。前面吃板面，就是在那个大三角饮食城里面有一家卖板面的，它的板面特别好吃。有爬山有用体力，所以吃一点不用紧，没事没事，胃很肥的。我们来到这里了，大三角饮食城，前面就是大三角饮食城，就是这里。这就是大三角饮食城，
变了哦，海变了，哇，变到完了哦。好了吗？板面没有开，我们要吃的板面没有开啊。哇，变到完了喽！那边还有个草妈妈，就是我专程要来吃这一家板面，没有开呀、啊。像云吞面，那大三角鱼是人变喽，把档口赶去外面了，下面的很大间了噻。家里面哪边？哇，这边改到很厉害啊，改到大气了，这地方。还没吃粥哦，这个粥6块钱，六块啊。大三角鱼食神。我们吃加利米粉。一碗7块。7块钱喽，没有5块钱东西了。这是小的啊，小的。如果大的就要8块了哈。对的。好喽，吃饱喽，麻麻的。在新时代打包饭回去给小瓜吃，新时代搬来这里喽。刚刚打包那包饭6.5块马币，6.5块。现在是6点，我要去跑步，去湖畔跑步。今天下午下了一场雨啊，天气非常舒服。今天没有人来运动哎，6点而已。今天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没有人就自己跑，跑步咯。跑了1个小时了，要回家了。要去北海吃晚餐，今天想吃日本餐。早上爬山，下午跑步，很累很累啊。回家回家。对。吃日本餐，这里的停车位很好的，地方够大，又干净。我们来吃寿司炸麦，要排队耶。排队排队，
多人哦，排队排队。我来这出示一张卖淫。我要吃这个，我很喜欢吃这个。给了给了。什么？我回家。那是甜酱哎呀。Yes。 好油腻的。原来是隔壁的送错了，我没有叫他隔壁的。这叫做姑妈生日，我能鲜哦，这就是我的 favorite。那叫什么？叫牛冬牛牛冬饭，一个井字，一个一粒叫做冬牛冬饭。哦，半生熟，半生熟蛋，一个是鸡肉的，哇，这豆浆特别，煎蛋，好吃，再吃啊，晚安。